你喜欢什么香调的香水呢？最近有一款香水上市，主打会有烧焦的头发味。顾某表示，这个味道是令人讨厌的欲望，能够让你在人群当中显得突出，甚至连在机场走路的时候都会被注意到。不过关于它详细的前中后味，目前都还没有公开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？实际上呢，这款香水是马斯克旗下一间公司推出的。原本呢，他们主要在做的是隧道挖掘的科技。那虽然他们推出香水的理由超级不明，但马斯克非常卖力的在推特上面推销这款香水。根据他的推文呢，这瓶香水在上市的第一天似乎就卖了10,000瓶，同时他还把自己的简介改成了香水销售员。所以呢，有人可以告诉我马斯克到底想干嘛吗？